这个按键千万不要乱按，但非常危险。很多人开了十几年的车，却连车上的内外循环都没有。今天来教大家内外循环的正确用途，尤其最后一点最重要，学会了不止开车更省油，关键时候还能保命。第一，车上有人抽烟时，把这个灯按灭，就是打开外循环，可以快速排出车内的烟雾。第二个，塞车时打开 AC， 再点亮这个内循环，这样前车的尾气就不会进到车。第三，车子在夏天经过暴晒以后，可以先开一下外循环，要让车内的甲醛跟其他有害的气体快速的排出。第四，夏天的时候打开 AC， 再打开内循环，这样的制冷效果一起放。第五点，跑高速的时候要把外循环打开，让车内的空气流通，避免长时间的缺氧跟响声。第六点，雨天开车经常起雾，打开这个扇形按键就可以快速解决起雾的问题。最后一个，像现在在回转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按这个灯，这个灯不是回转灯。